喂，19你好，需要什么协助吗？19勤务中心接获报案，问清楚地址，立刻前往救援。像这样作业流程，每天都会重复派遣，但最近却有一通电话相当特别。位置的坐标在纬度25.1399，经度121.7396。估计搜索半径为40公尺，此讯息会在5秒后重复一次。这通报案电话不是讲地址，而是不断重复同一组坐标。接到智慧型装置报案电话，一直重复经纬度。本科执勤员立即利用经纬度查询地址，并派遣救护车前往现场。勤务中心根据报案提供的坐标，查到地点是在基隆中山二路85号附近。到现场一看，果然有一名老妇人倒在路边，机车和安全帽也在一旁，而且意识模糊。寻获一名长者骑机车跌倒受伤，救护车立即将患者送医。汽车跋倒的声，无车无烧浪的声，安尼。因为我听到伊砰一下嘛无大声，啊，我伫遮坐耍手机啊嘛，我随听出去看，啊，伊就倒伫遐。消防局事后调查，一名妇人因为骑车摔倒被民众发现，但她身上智慧型穿戴装置侦测到她身体变化，先启动了 Siri 打电话求救，还好老人家送医急救，没有生命危险，只能说多亏了人工智慧救她一命。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。